最精明的妈妈照顾孩子也会变笨蛋。你把你口靠得太所以我就想说鼻子也要让他做倒立。其实如果有做牌子的话，我会贴在这里。已经不只是傻而已了。希望感冒赶快好的话，维他命 D 或许有用。你要去晒哈，就是不用刻意去晒。临时抱佛脚的晒，来不及。看起来最近你做是最蠢的事情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